Thanks. Eleanor, hang on. The rescue team will definitely find us. The desert is so large. If they can't find us, what will we do? Thank you.
你是不是在做梦吧？雨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回家。可算找到你了。 洗清白了，哎哎，这个肩膀已经有主人了啊！谁呀？你机长啊？嗯，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？快了，这嘚瑟劲儿，快了，酸死了！林杰，我们俩的事情也要抓紧了。嘿嘿嘿。啊，谢谢啊。 怎么不说话？哎呦，这是换衣服了，什么时候当上机长了？有没有一点小小的惊喜啊？真的是太惊喜了！祝你转行成功。只不过是以后不能跟师傅一起飞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有什么舍不得呀？看见你实现自己的梦想，真的是为你高兴。 以后整架飞机的安全责任都在你的肩膀上了，千万不能马虎，知道吗，孙机长？是，谨记师傅的教诲。<笑>对了，有件事情，我一直还没有跟你说一声谢谢。谢谢，谢我干嘛？我姐都跟我说了，这段时间你一直在帮她。你是我师傅，我是你徒弟，在工作中你也帮了我很多呀。 我们俩这叫互相亏欠，有助团结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把心放肚子里边啊。也就是你吧，把帮助别人说得这么清新脱俗。每次师傅一夸我，我都能开心一整天。来吧，来，为你当上机长，我们干杯！干杯！祝贺！谢谢师傅。
徐先生您好，您定制的钻戒已经做好了，请您看一下。麻烦帮我包起来。雨晴，下午你有空吗？今天有爱心周活动，再开一个总结会我就回去了。我想约你去个地方。师傅还有多久啊？拐个弯就到了，很快的。谢谢啊。现在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们先做术前准备，我到了就做手术。没关系的，工作第一位。你下了手术跟我联系啊，想你。师傅掉头吧。啊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不去了。啊，好吧。患者确诊为复杂性先心病，大动脉转位，还合并有动脉导管未闭，现在要进行双根部调转，手术估计要10个小时。但孩子只有2周岁，大家务必打起精神，全力以赴。是。王队医生，患者生命体征怎么样？患者生命体征一切正常。可以手术吗？可以开屏。吵醒你了是不是啊？我没事儿。是张然和林杰让我进来的，他们说你做了10个小时的手术。我打了个盹儿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来，你坐，你坐。雨晴，对不起，今天又失约了。没有，我们俩不是说过了吗？工作第一位。恭喜你，又救了一个病人。有你的恭喜，我特别开心。
我听张然告诉我，你今天本来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啊，是。所以我等不及下一次约会了，我现在就要听。可这是手术更衣室。那又怎么了？我不在乎的。雨晴，我从没想过，一个成天在天上飞的人和一个成天窝在手术室的人会有如此的交集。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想过这辈子会结婚。遇到你之后，我认定这辈子非你不娶。30岁之后，我觉得单身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一个人也可以很幸福。直到遇到你，才发现，原来两个人的幸福更甜蜜。一个人当然能够过得很好，但是两个人好好的过才最好。所以，遇到你是我认为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雨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辈子，我们相互依伴，永不分离。我愿意。可算遇见我了，是我爸想见你。哦，他现在好点了吗？医生说没留下什么后遗症，以后行动什么也能自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进来吧，爸，郑雷来了。哦，爸，爸，对不起吧，这都是我不好，我真错了，都怨我，都怨我一时糊涂才连累了你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您这。原谅我。以前的事呢，就不提了。你这孩子呢，心地不坏，也确实很心疼我们家贝贝，我们都看在眼里头。谢谢爸的理解，你那么爱我，我以后我一定踏踏实实的。我贝贝喜欢你，我们当爹妈的，就算有1000、10000个不满意，我们也得接受你，甚至喜欢你。把你当自家儿子看。啊，您别说，您再说我就要哭了吧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贝贝既然已经想通了，我们当爹妈的就得尊重他的意见。下个礼拜赶紧把这个婚给离了吧。叫护士，爸该吃药了啊！护士呢？先出去吧。爸，你听我说，妹妹，你千万不能听你爸，他现在脑子不太清醒，他开始说胡话了都。你真这么想？啊！哎呀，贝贝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这生意不是我逼着你爸做的，是他主动要求把小金库拿出来，主动要求入股的。中途转进的时候。比谁都开心呢！哎，行，这都不说了吧，全怪你郭大志，亏我那么信任他，你说他这什么人品呢？他这是。妹妹，
你放心啊，我现在就着急赶紧把这个房子过户，抵押贷款，这样就能把你爸那小金库给填上了啊。就是现在关雨行跟那徐清风，他老找借口不去，我爸还老向着他们。所以都是别人的错，你一点错都没有。我有，我当然有错，我怎么能没有错呢？我错就错在我不该相信朋友，我不该相信关雨行，我错就错在我太傻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妹妹，你别碰我。我真的觉得很累了，你让我一个人带我好吧？好，行，你想怎么样都行，总之咱们不离婚啊，不离婚啊。你先走吧，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我爸，让他早点出院。好啊，我现在去逮你孙子，我一定给爸一个交代啊！等我啊！我临海而跨月圆，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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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其中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孩。那是啊，清风啊得以平反昭雪，重新回医院了。嘿，我这心里啊越想越美。嘿，这孩子我这越看越满意。我也满意呀。是吧？这下啊，咱们可终于有了心心念念的女婿喽。哎，今日同饮庆功酒，壮日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干洒热血写春秋。平平安安的回来了，医院那边也复职了，这都挺好的，您怎么还过不去啊？你没事了，妈妈高兴。可是我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捡回一条蛇来，差点没害了我儿子一辈子，我真的不能原谅我自己。凡事得往前看，哪有往回看的呀？啊，都过去的事儿就别老想，老想着那事儿多累呀。行了，不想了，不想了，换身衣服啊，打扮打扮。这关叔等我们吃饭呢。不不不，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没脸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刘阿姨都打了四通电话了，去吧。我真的不能去，你这样，我下次哈，你谢谢刘阿姨。你说我要是一去吧，多尴尬呀。那我也不去了。啊，不行，你去，你一定要去。还有，哎，儿子，以后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不用跟我报备，真的，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主。哎呦。妈妈不配管你的事，不配。为了祝贺清风沉冤得雪，重返一线，咱们干一个！好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！哎，欢迎啊，欢迎！哎，进来，快！好。嗯，清风啊，你这回回来工作又稳定了，是不是接下来你和雨晴的事儿该抓紧了呀？这样我们叔叔阿姨也高兴高兴啊。对，阿姨叔叔，你们放心，我们已经有计划了。是吗？哦，那可太好了。哎呀，今天是双喜临门呐。是是。
来，清风，咱们真干了啊！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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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好，哎，嗯，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哎呦，好。清风啊，嗯，这阿姨特意做的油豆腐塞肉，炒冬菇，还有干烧鱼，嗯，你要是喜欢吃，以后天天到家里来吃。谢谢阿姨，叔叔今天是真高兴啊啊！你给我来，叔叔您是长辈，我敬您。哎呦，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你们少喝点，多吃点菜。哎，是，大夫不让多喝。妈，帮我盛点汤呗。啊，那个。汤离你那么近，来来来，行啊，有了亲儿子，忘了亲儿子啊。宝啊，你有这么好一个姐夫，以后你就偷着乐吧。嘿嘿嘿，要好好的，你这个精英姐夫为榜样啊，向他学习，今后你就出息了，嗯，知道吧？都说够了，说够了，轮到我说两句呗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还有人记得房子过户的事吗？啊？哎呀，房子跑不了啊！吃饭，先吃饭。实话说了吧，我搞投资让郭大志那个王八蛋给骗了，欠了我老丈人几十万。我着急让关远寻过户，就是想拿房子填这窟窿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宝啊宝啊，你怎么老犯糊涂啊你呀？关振雷，家里的东西都败了多少了？车子、存款、之前的房子已经败了一套了，害得爸妈没地方住。现在你又想抵押第二套，你想干什么呀你？不就是因为房子没到手吗？房子到手了，我能有今天？哦，你有今天只是因为房子吗？你就是烂泥扶不上墙。我告诉你，这房子我今天还不给你了。我也告诉你。我老丈人现在就躺在医院里，我拿不到这房子，那我就得跟贝贝离婚。爸，我结婚还不到一个月，这婚要是离了，那你也没这个儿子了。关远晴，干什么？你看你怎么跟爸说话的？好了好了，好了。我真是后悔生了你这么个儿子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好啊，我是看出来了，就有一些徐群风是吧？你们都不想要我了是吧？该说的我都说了啊，这房子你们给还是不给？你们看着办。爸，当初是谁说的家里最爱我的？宝啊，关叔啊。您别太激动，没事，别生气。雨晴。宝这小子，他确实是个混球，可是咱现在要不帮他，那亲家就住在医院里啊。那贝贝又提出了离婚，咱们怎么能不管呢？是不是啊？雨晴，爸求你了，就把那房子过户给宝得了，啊？爸，好，雨晴，我知道你怨爸偏心也好，你说我向着他也罢，爸都认，是吧？出了这么多事儿，爸现在总算明白了，你过去说的话呀都对，可是现在宝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，再打他，你骂他，你揪谁对谁错，这解决不了问题呀，对不对？而且，你说这结婚才几天呢，就要离婚，这像话吗？啊，这样，你这次答应帮了他，以后你怎么管他，爸绝不拦着，行不行？爸，你总是帮他大包大揽的。我之前答应给他房子，那是为了让他结婚去住的。是啊，
你没听他刚才说吗？要拿这个房子去堵那个大窟窿，那以后大家住在哪儿啊？雨香，爸向你保证，最后一回，这绝对是最后一回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等把这个房子过完户以后，我跟你妈，我们就用退休金，在外边租个房子，不会找你们麻烦了啊。咱们找一个离多云近点的地方，这样好方便照顾他呀，是吧？要不咱们就去养老院。以后啊，行了，爸，你真的是别说了，我答应你，明天我就带着震雷把房子过户给他，行了吧？玉清，谢谢你，爸，谢谢你，你帮了我和宝的大忙了。宝，不跟你爸妈回去吃饭了？我还有心情吃吗？早点给我办好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哎，哎呀，行，你谅解你弟弟吧。也好，以后这个家也没什么让他败的了。啊，清风。哎，清风来了。哎，不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们回家啊。哎，太麻烦你了，谢谢啊。是啊，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关叔刘阿姨，上车吧。哎，没事吧？这是爸妈搬家，不用啊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房子到手了，搞定了。贝贝马上就能把你的名字写到房产证上。要不是那个关雨晴跟徐清风使绊子，这没那么多事儿啊！不用。哎，振雷，你给我来一下吧。哎，宝宝，贝贝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我们离婚吧。你说什么呢？房子都到手了啊，别跟我开玩笑啊。振雷，我是说认真的。我们离婚吧。我不离。为什么呀？我累了。可是房子的事我已经解决了呀，我们不用再发愁了啊。跟房子没关系。我现在愁的不是房子，是你这个人啊！我真的觉得你已经无可救药了。你现在除了每天会坑你父母、坑你姐姐以外，你还会什么？我上蹿下跳，忙里忙外，被我爸妈骂，被关雨晴看不起，现在连我爸都不爱我了，我为了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。好啊，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们就更应该离婚了，早离早好，我也不会再拖累你了。我们才结婚几天啊？有一个月吗？你就要跟我离婚？那也总比我们结婚大半辈子以后我才发现嫁错人强吧。我当初就不应该偷户口簿选择跟你结婚。我不离。你放开。你不走我就放开。你不走我就放。你别闹，关键你放开我。我不放。你放开我。关键你还敢跟我们家动手？她是我老婆。问你老婆，她是我闺女，我去你。哎，护士，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先找人处理一下？你意识清楚还能站着，进去排队去吧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点迷糊了。我振雷，你这是？啊，我没事，我就来啊。你可真幸运呀、啊，徐医生还亲自帮你缝伤口呢。这稀罕。你行不行？会不会弄啊？你不行，你赶紧换个人。我要不把线给你拆了，换别人给你重缝一次啊？行了，赶紧弄吧，凑合弄一下得了。我也忙着呢，这怎么弄伤的？不想说我就不问了。
可是振雷，你已经为人夫，是一家之主的人，做事要有担当，别遇到什么事儿总让别人替你承担。谁替我承担？你说关雨晴啊，那是她愿意，从小就爱逞强装大尾巴狼。还是说我爸妈呀？那他们爱我呀，我还能不能让他们爱啊？一个星期以后来拆迁，你想个理由怎么跟关叔叔刘阿姨解释，别让他们为你担心。你是我谁呀？你凭什么管我？我是你姐夫。门还没过呢，能不能成还两说呢，就摆上谱了还。徐清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弄成现在这样都是你跟关雨晴给害的。他从小就见不得我好，你现在就是他的帮凶。都等着吧，我会让你们知道的。在老关家，儿子和女婿到底谁更厉害。爸，妈，贝贝，爸，妈，贝贝，爸妈。你还真搬走了呀？我这头上缝了好几针，我现在晕得很，我受不了刺激啊！你赶紧搬回来吧。振雷，你成熟点吧。等我决定好离婚的时间，我会通知你的。贝贝，你开开门啊！贝贝，是我。贝贝，你开门，咱俩当面谈谈行吗？咱俩一直盼着结婚，现在好不容易结了，怎么能说离就离呢？贝贝，你生气，你不理我，你打我骂我，你罚我，你怎么都行，我怎么都认。但咱别离婚行吗？贝贝，贝贝，你开开门啊！贝贝，贝贝。妈，我错了。哦，我房本给你们拿来了。你这房本啊，我们家要不起。爸，你拿着，拿着。你回去吧，振雷，贝贝不在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妈，就别骗我了。我求你二老给我一条生路吧，行吗？贝贝说他心情不好，出去找闺蜜散心去了。你要不信呢？你就进来自己看，来，请进。那我在这儿等。关振雷，我打了你哈，我道歉。你想报警让派出所来抓我，你赶紧去。你能不能不要死乞白咧的，闹得是鸡飞狗跳的，在我们家门口？你说让我们给你一条生路，其实你应该给我们家贝贝一条生路才对，你明白吗？啊，你打得好。打得对，我态度不好，我就该狠狠教训。行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早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。这机会给你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总不能给你一辈子吧？我，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。你忘了咱俩当初多好了吗？爸，你说你最喜欢我来着呀？是，
我是喜欢过你，我都喜欢大发了，大发的我都倾家荡产了。我幸好是你走进时光的半径，许多秘密有了远近的回应，我不再是孤独的远行，独自成行。我幸好有你倾听梦想的甜蜜，收到默契的回应，心动的点滴启程在耳语。我还未说，你却在默默参与，只是还没有资格任幸福挥霍。我们还有好多回忆未褪色，撑着，只是还没有看够最初的烟火。你回望的璀璨，我想一生漫漫。只是还没有经过平凡的暮色，想起你天空中明亮晴朗的浓缩，只是还没有停留思念的不休。若聚散不由你，我是又爱就